东海高中举办54周年的校庆活动，包括园游会、趣味比赛等等的动态活动，也有各科学生的成果展，学生用心准备，展现创意和实力。公仔娃娃跳妖怪舞，带动现场的气氛。所来来是趣味比赛，表现学生的热情和活力。另外边啊，搁有玩游会，学生发挥创意，推出特色商品。这是韩式辣味披萨，然后这个是日式照烧披萨。那我们韩式上面有放那个年糕，然后就会有点嚼劲，然后跟泡面结合起来，放上起司就是一个披萨。然后这次照烧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酱，然后搭配那些肉，然后还有一些蔬菜。东海高中举办54届校庆，除了有精彩的活动，也展示各科的学习成果。另外，伫咧餐饮科的教室，更有学生的泡面主题创意餐点，和学生有表现的舞台。还有各科的教学成果展，展现各科他们在教学方面的。让家长社区的能够来看到，看看他们的成长。另外还有园游会，园游会呢，尤其我们餐饮科，他们已经准备好几天了。那么东海高中已经54年，所以在过去的历任校长奠定了基础，董事会也非常支持，所以学校有长足的进步。为了校庆活动，学生都真用心表现自己，也留下难忘的纪念。记者本景凯、李碧辉、三重采访报道。